开心，就是可以出国看到，就是去新加坡，然后看到前八的选手，然后也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球场上比赛，很兴奋。因为那时候在新加坡那边的场面其实也很大，对，就是让我在之后比赛就不会那么紧张。有他们前八的那些选手都每个都很成熟，对，而且他们就是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做的事情都是我需要去学习的。当下的心情就觉得打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终于好像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拿下来的冠军，就觉得好像努力有一点点成果的感觉。对，有一场比赛让我转折蛮大的。在北京，对，那一场八强我遇到第一种子中国的，因为我遇到那个对手，其实我那时候其实蛮崇拜他的，对，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当下对到他的时候，其实也蛮紧张的。那一场比赛赢了之后，让我信心增加许多，所以。因为那场比赛的转折，让我在下半年度的比赛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在昨天的海硕杯其实也有一样的状况，就是其实 China 也是我蛮崇拜的学姐，对，所以说最印象最深刻，应该昨天那一场其实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比赛。